修行呢，修智慧，我们从来不去做任何的，好，把自己修好比较重要，是不是？其他的东西不要惹尘埃的，就不要惹尘埃，因为惹尘埃不会让我们精进，只会退步。但是今天红尘中人喜欢惹尘埃的居多，所以后来是惹了谁呢？惹了自己，好，容易退步。那一切的东西不进则退啊，那退退到哪里呢？所以你看啊，你有看到这世间上的众生因年龄越过越好的有没有？有，但多不多？不多。越过越烦恼的有没有？有，多不多？很多。所以你要知道了，你要越过越好啊，你不能够越过越烦恼，越过越悔恨，越来越多出不来，回不去，点点又滴滴，怎么面对自己的灵魂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那么多东西缠着你呢？何处惹尘埃啊？尘埃惹多了，所以在红尘中踏不出来，拔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陷进去，所以咯，方向要立定正确，是不是？菩提本无树，是不是？什么 XYZ 明镜亦非台，什么什么，这几句话写的好不好？写的很好。但是它的重点是什么？何处惹尘埃啊？是不是？提醒你，不要天天惹尘埃，因为惹下去就有对应点，的对应就会影响我们可能的进步，对吧？修行嘛，修什么呢？取舍之间。哎呀，这红尘好难哦！哎呀，是要还是不要？好难哦，取舍。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足，智慧足了，你的取舍是很容易的，对不对？就像现在，中秋节到了，我们根本不惜吃一颗月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吃不到。那问题是你那里很多啊，你会不会天天贪恋吃月饼呢？是不是？这就是智慧，是不是？你说过年要吃年糕，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你过年要吃年糕？哦，这没办法避免，我们从小就说要吃，因为吃年糕年年高，吃年糕年年高才会发啊。哎，一定要吃啊！学了超马以后，真的要吃年糕吗？你告诉我，真的吗？你像过年吃年，一定要吃年糕，是因为这个理由的举手看看。没有。没有嘛？是不是？智慧，对不对？取舍，没有再像过去那么多绑着你、束缚着你，是不是？那么多的习俗，哎呀，一大堆 XYZ。你看这七月不刚过吗？七月一定要拜吗？一定要拜吗？也许吧，拜了心安理得一点吧。那没拜的人，你去做一下大数据统计啊。那没拜的人，怎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应该去关心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了，很多东西呢，当你明理了，你比较好过活，是不是？你不明理，心中挂碍太多，容易惹尘埃。